干嘛？我这边只有睫毛膏。啊，你睫毛这么长，干嘛还要刷睫毛？没办法，你看乱七八糟，很难擦。还是你要用我的，我那个很好用，很好刷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这一支长颈鹿睫毛膏，它在台湾超红的。好，确定吗？那么细，很小，好刷吗？它特别就是在它的刷头很细，所以像你睫毛这么长啊，怎么刷都很整齐，不怕结块。而且它膏体很轻盈，就很自然。刷完睫毛直接变得更长更俊俏，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你眼睛两边差很多耶，对，很干净，然后很漂亮。它这种超细的刷头，就你怎么刷都很分明，也不用什么技巧，就算是睫毛短的人啊，也不用怕会沾到眼皮，眼睛变很大，睫毛都会顶到你的眉毛，超扯的。可是会不会脱妆？不会，它持妆效果很好，你一整天啊都不用担心会塌掉。最厉害就是它的抗晕效果，不怕水也不怕油，根本就不用担心会晕成熊猫眼。我很喜欢， I wanna buy more.